小姐你好漂亮，我可以跟你要个电话吗？好啊。因为我的牙菌斑都还在牙齿上，这样叫我怎么出去漂亮不漂亮？是大小事，用细心呵护着，用芬芳拥抱着。牙仙子她偷偷告诉你，究竟她用什么魔力？森林里无人不知，原来是牙咒师。牙刷上上下下，牙仙里里外外，很多事不可怕，只要耐心维系它。口腔清洁健康，微风吹拂芬芳，微笑里有自信，带你找到爱的他。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上，是我是张老师。有没有看到这么浮夸的耳环？就是我的菜。今天先很开心的跟大家讲，这支影片呢是跟牙周氏合作的影片，他们完全就是找对人。为什么？哪一个会弹钢琴的女生又可以在这么年轻就得到牙周病？你不觉得我就是这个最佳代言人吗？因为我还去网络上面查说牙周病最好发的年龄是什么，他们说大概是四五十岁以上。我跟你讲，我二十几岁我成就解锁，我生了两胎嘛。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说怀一胎要掉一颗牙齿？可能怀孕这个事情就是会对妈妈的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摧毁，那包括牙齿啊、钙质，这都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嘛。通常去看牙齿的时候不是都要先拍那个照片嘛，然后呢他就会说，如果你是孕妇的话呢，就不建议你拍这个照片，怀孕加喂母奶大概就两年了，然后呢我又生小孩生上瘾，我又连着生第二胎，所以又再过了两年，所以我就等于有四年没有看牙齿。而且我那个时候就是没有自己很注意自己牙齿的状况，主要就是说如果你刷牙的时候会流血，然后有口臭等等的这些问题啊，其实这就有可能是牙周病初期的症状啊。当然如果口臭的话也是有可能，就是你就是中秋节烤肉连烤太多天，然后你可能吃太多烤肉也是会有可能造成口臭的状况，自己要小心。如果刷牙会出血的话，那真的不是很一般的事情。那我们刷牙呢主要就是要去除牙菌斑，如果你牙菌斑没有去除掉的话，它就会再硬化变成牙结石，然后就会造成口气不佳等等的各种问题。那我现在呢就用这个牙周氏的草本修护牙膏来做一个检测给大家看看，刷完之后到底有多干净呢？ Let's go。 好了，现在场景已经来到我家的厕所了，这个就是牙菌斑显示器，它呢要先涂在你的牙齿上面，然后呢再漱一下口，它就会显示你的牙齿上面到底有多少牙菌斑。这个是粉红色的可爱小东西，呜，他说弄个两三滴。小姐你好漂亮，我可以跟你要个电话吗？好啊。这里玩起来，帅哥你怎么走掉了？好了，我赶快冲一下。又来了。等一下，我牙齿还蛮脏的。等一下，好尴尬，好难为情哦，厂商为什么要叫我这样？近看一下。好了，那大家就是如果在吃饭的话，我们就先忍耐一下哦，不要怕哦。我缓缓的增益。你知道为什么这一颗都没有吗？假牙的，嘎，那个是假的，这一颗也是假的。等一下，很奇怪耶。好了，我现在要刷牙了，刷完牙应该会好很多吧？我先讲哦，我早上也是非常认真刷牙的人哦，奇怪，
好，我们现在就来打开这个牙周式的草本修护牙膏，他们有出非常多种不同的口味的修护配方，然后我这个是草本。我们就来刷牙喽，刷牙喽，你开心刷牙吗？但是我今天的心情不美丽，因为我的牙菌斑都还在牙齿上，这样叫我怎么出去漂亮？不漂亮。刷牙给大家看。好了，我现在刷完牙了，那我现在再用一次牙菌斑显示器，看看之前跟之后的差。哎，好像好很多哎，我的天哪！等下我漱口一下，好很多哎，你看，你看。但是哈，牙菌斑显示器哦，平常不要乱玩呢，那个不是玩具哦，那个只是让大家在做一个检测的时候使用的东西，但我真的觉得差很多哎、欸、，OK 的。然后呢，平常清不到的死角怎么办？一定要记得用牙线，最好是先用牙线，再用牙刷把你刷干净。刷干净完了之后怎么办？更多的细缝在哪里？细缝要用什么呢？就是用那个漱口水。我去拿一下。如果有习惯用漱口水的朋友，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习惯哦。因为就是如果就是很多细缝没有办法带到的话，这个就可以再更加强它，让那个细菌跟您说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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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但是我不想走，你说但是我不想闹，你说但是我从来不放手，干一杯。这么多我悲情的故事，以及直接刷牙给大家看，用这个牙菌斑显示器，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自己护理自己的这个口腔的健康。那大家刚刚也看到，刷之前跟刷之后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所以长期使用效果其实是会更好的。哎，我手上还残留着那个。那祝大家的牙齿都健健康康、漂漂亮亮啦！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喜欢的话记得分享、再留言、点赞。那么重要的是订阅我，打开小铃铛，牙仙子跟你说拜拜呀！牙刷上上下下，牙线里里外外，很多事不可怕，只要耐心维系它。口腔清洁健康，微风吹拂芬芳，微笑里有自信，爱你找到爱的他。